2009年水上集团新创餐饮品牌红潮烧肉工坊，红代表热情洋溢的服务，潮代表让大家有如回到自己家中的舒适用餐空间，坚持原味呈现顶级食材，吃烧肉可以零负担。关于红潮，它红色就是代表温暖，代表热情，然后潮的话就是代表家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客人啊来到这边可以就是接受我们的热情的服务啊，然后像回到家里面的感觉一样。首先呢，我们进来的时候就会帮很贴心帮客人准备置物柜的部分，如果客人怕有烧烤的味道，可以把外套啊包包放在置物柜里面。那置物柜的部分呢、啊、就是依照日本的地名，然后依序排列这样子，代表这边是有那个日式的风味的烧烤店。再来就是我们比较推荐就是吧台式的烧肉，在台中的部分呢、啊、我们是首先推出有吧台式的烧肉，坐在吧台的话可以全程接受我们师傅的代烤的服务，帮客人做烧烤，然后也可以帮客人把肉啊烤到最恰当的时候。一般只要就是做过第一次来，可能会有一点抗拒做吧台，可是只要吃过一次吧台的话，下一次的话都几乎会指定要做吧台，因为我们可以做全程的烧烤。红潮在品质和新鲜度上都经过严格筛选，海陆经典双人套餐中的顶级牛肉肉汁与大草虾的鲜度，让人一次满足所有的享受。尤其是顶级和牛、盐葱、牛舌，堆满了葱花和洋葱泥，更是大受客人喜爱。在餐点部分，第一次来我们会比较推荐的是双人套餐，我们的双人套餐，因为它肉里面啊，肉牛肉、猪肉、海鲜都有，然后在等级部分也是我们店里面比较中上的。然后如果当然自己有喜欢特别吃的某几种肉类的话，当然也会推荐是单点，比如说葱盐的牛舌啊、安格斯热眼啊、海草虾的部分。葱盐的部分啊，那也是我们特调，它就是有洋葱、葱跟我们特制的椒盐，然后它跟肉那个牛舌部分是最搭的。海草虾的部分也是，这个是从澎湖的空运来台的海草虾，然后它拉长之后啊，大概有25公分嘛，然后它吃的部分也是撒上一点椒盐，然后吃它的原味。在这里，海陆经典双人套餐为红潮最受欢迎的餐点，因为可以将红潮的美味一次享用，搭配上贴心的桌边服务，红潮期待成为您的另一个厨房，也希望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